fa Natale, eh? A papà e nonna.小丽是餐馆大厨，买菜了，对了，在餐馆里做饭吧。多少钱呢？等一下，你不想再吃那个好大的？嗯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先上钱的，啊，上钱多少钱？不是我刚才没上完，买的没上完呢。嗯，还没上啊，对对，嗯、啊，嗯，行了，总共多少钱呢？总共十块钱。人还没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十块钱，爸爸给你二十块。应该给大家奖会多少？二十。二十，奖回十块。哎，行了，丽丽，行了，拿着门你没菜了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给人钱吧。哇塞。你可以先，你可以先搁这儿，待会儿扫完了都搁这儿，然后一块儿结账，对不对？对了。那不能画，你这伤口还没好呢啊！妈妈，啊，对了。